伊是甲美琪讲讲啥物？恁遐较细，有人要针对恁。然后美琪问他说是谁，讲伊袂使讲。然后莫名其妙的讲一句说，啊恁哦恁来学校有困难，对恁怎么用？还有，您这样，谁你对你这样？我还有，阿姨，美女听无啊？美女听无，你用语气。阿姨，至于你讲，有人故意要甲你讲，这件。